哎，一位中年男性脱衣服不应该有掌声的啊！谢谢。OK， 我们全场的朋友一起练习最后一遍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就一起表演这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啊！全场的朋友，楼下的朋友，楼上的朋友，一起来啊！准备，一二三，你就向哪来？好 ，OK， 准备，请音乐。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，提醒我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你的大眼睛你一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。你就像那来一把火，干熊熊火焰温暖了我，大声点吧，就像那来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你就像那来，哎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我虽然欢喜，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向哪来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最后一次，你就像哪来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观众朋友，再次谢谢您，谢谢。